真没想到他们这里牛的部位真的挺丰富，你们看，好大一条牛尾啊！听说最近很火爆的牛管家也开到万江了，今晚就带你们来打卡，哥哥。我哋店嘅牛杂煲咧，全部都系用神仙嘅食材，再加上我哋嘅牛杂糖袋咧，用牛骨啦、牛筒骨啦、牛腩啦、牛头啦、牛米啦等等，爆足三个钟嘅。老板娘，听讲你哋间店都推出抖音团购啦，系嘛？系啊。我面前呢个系咪你哋嘅$98嘅双人牛杂煲套餐啊？系啊。嗱，帮我介绍下呢个套餐都有啲咩食嘅？套餐里面有一份神仙美味的牛杂煲，里面有牛腩、牛筋、牛头、牛筋丸、牛心、牛肠、牛膀、牛肺，另外还有三分配菜和饺子好恶仔。老板娘，听说你们这间店最畅销就是这个牛筒的，来自都吃不到是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这牛筒骨很少找的，一日香料可以七八个的了，少吃的早点热掉。